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说实话，我已经离开我祖国太长时间了。我说你儿媳妇不好意思让你钱。对呀、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杨米家，太开心了。今天我们去干啥？我要办大事儿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办中国天真。对，终于是把这个时间定下来了，朋友们，太开心了。今天他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着，然后妈妈这次任务完成，带我们一起回中国，太开心了。我们全家一起去中国。对，开心吗，二宝？多少年了？四年了，没回去了。四年了，我有四年了，我都觉得真有点长了。人家不需要签证。哟，你这么哇塞，还说走就走就可以，对呀，买机票就走。你好厉害，对呀、啊，妈妈都不是啊，妈妈必须去办签证。蕾蕾不用，蕾蕾不用，蕾蕾厉害，蕾蕾是不是？好，今天车特别的多，所以路上特别堵。终于到了签证中心了。其实我心里特别激动啊，感觉等了这个时候好长时间了，好像我已经在飞机。我们是申请一年的是吧？对。好嘞，终于拿到了。终于拿到签证了。我们下周四、哦、还没有，下周四拿。对呀、啊，你看脚上那个护照，哎、然后下周四就可以拿了。我真没想到一上午能办出来这个事儿、哦，是吧？真的很快，一进去马上把那个东西扫描了，然后扫描了以后脚上那些资料，嗯，然后就很快就弄了。中国人办事效率很高哈，当然了，我的妈呀！你看看办签证，要是在法国就你懂，审核啊，干这个干那个，对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我真的太激动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！今天我们俩一天在巴黎，太忙碌了。哎呀，多亏我们的小村儿朋友们，对。太开心了，太吵了。刚才路上看到妈妈和表妹去接孩子了，我们俩特别感谢他们在。这样我们可以忙自己的事儿，然后六月份要回中国了，太开心了。今天我们打算把机票就定下来了，对，因为他这个签证应该是没问题，周四去拿签证，一年多次往返的，每一次可以90天，然后等回国看看情况，我们能不能给你办一个那种家庭团聚式的那个中国的身份，是吧？是，要不然太麻烦了。哇、哦，开心，可以让我老婆回中国体验我们大中国的快乐生活。不行，一会儿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，让她开心开心。她还不知道呢，是吧？最神圣的一个时刻就是买机票。对，买了机票，我们就可以今天可以狂欢了啊！对，赶紧买机票，哇，太激动了啊！哈哈哈！朋友们，其实我最激动，太开心了，因为四年了没有回国了。哎呀，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说实话，我已经离开我祖国太长时间了，太想念我的大中国、大济南了，真的，我们的中国。让我都想回去，背井离乡多年，始终拿着我们的中国护照，作为中国人引以为豪自豪，所以说我特别开心，这次能带着老婆孩子，尤其是我们家的二宝还有小公主，从来没有去过，所以一会儿回来跟妈妈我们一起狂欢一下。买机票啦，要花大钱了，朋友们。没事，你公公不是已经答应你了吗？说给你买机票，对吧？客气一点，客气。你看这媳妇儿特别好，不让花爸爸妈妈的钱，非常懂事。嗯，好，一会儿等他们回来，嗯，你来亲自跟他们哎报这个喜讯。已经好了，然后答应出来就好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，谁要回去？对，我们可能要跟老于叔看一下，他好像是六月份还有其他安排，我们可能中间会让他去。让他找我们呗、然后进一会儿我再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对，他还找你呢。对啊，好了，一会儿见，朋友们啊。哦，回来了吗？哎呀，特殊接待这是。开门就行了。特殊接待。特殊接待回来了都。我俩今天骑车去，没开门。啊？真的吗？那你们在外边吧，别进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阿丽丝。刚才我嫂子吓唬我说一点也不睡，一点也不睡，非常之睡。一会儿让你姑姑开心一下。行。妞妞，姑妈接你了。哎，爸爸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下来啊？今天我和叶总一起运动量达标了。
我俩今天跑了10圈，整整10圈。哎呦，他跑了10圈了，你挺厉害，大宝。11圈。跑了10圈，一共多少米啊？10圈多少米啊？李子，我们要回中国了，开心吗，大宝？大宝，开心吗？哎呦，太累了。开心吗？啊，跑了。跑啊，跑步跑的。好消息。啊，好消息啊。消息，对，星期四拿签证了啊！哇，这么快呀、啊！对，过年送给他一朵花嘛！哇！没事，开心吗，雷雷？哎，到北极你都没坐，找爷爷去了，找爷爷。还有不到2个月啊！你爸刚才使命，妈妈说的，什么时候买机票，什么时候给你打钱。哎，我说你儿媳妇不好意思让你对呀、啊，他说你跟他说了没关系，只要他没回来就行。他回国了，太开心了！哎，我们要去中国了，我们去中国了。为了庆祝，我们在外面吃个野餐啊，在我们后花园啊，准备起来啊，准备起来。哦，铺好了吗？都，比克尼克，比克尼克已经铺好了，大家看看。哎，来吧，我们在这儿野个餐，太舒服了。地上的小花也开了，这个桃花，我们家的桃花，很多朋友说国内的桃花都已经开败了，我们这儿才刚刚开。哦，行，小茶倒上了啊，喝个小茶。哎呦，好，真威的兴啊，开开心心啊，开开心心，哎，终于拿到，你看太阳晒得睁不开眼了，难得最近这么阳光明媚哈。哎，哦，今天幸好这个比克尼克可以哈，大家看看，你看这个堆在这倒果汁呢，越来越少了，你看，你看你看，还行，倒的。蓝色，你去中国最想干什么？跟爸爸说。黄色放着。看这边，看爸爸说。这里。那个憨体人。憨体人。我们这个带法语口音的。我的表弟家的儿子。黄体人，我儿子，我很想很想。哎呦，我刚才给听说，要不你回去吧，回去回不来了，反正是，你自我选择。怎么回不来了？当然回得来。回去能回来两次。你回去想干嘛，妮子？你啊，手放哪？我不回去了，手放蓝。嗯，他给我出去了。这个自己在这玩儿呢。不愿意。这芒果不错，芒果吃芒果。今天晚上，小杨点菜说要吃个狼牙土豆，为了庆祝他的签证成功。然后狼牙土豆做起来，哎，他先削土豆，一会儿我来制作。看看他们做菜。对，然后妈妈蒸的米饭，狼牙土豆配米饭，绝了。然后再来个辣炒鸡胗子，哎，狼牙是吧？切土豆用的哈，拿来，爸爸要做菜，拿这个啊。好了，给爸爸吧。我给妈妈。啊，给妈妈，给妈妈。哇，谢谢。给妈妈吧，啊。好，谢谢。不哈哎，你看你姑妈多好，给你弄奶。小妮儿该睡觉了，是吧？点儿了。每天基本上每天你姑妈都给你弄奶，你看多好啊。对，走吧，我们上楼。走吧，去吧。吧晚安，阿丽。晚安，晚安。现在天还亮，睡觉觉了。8点之前必须睡觉，就是。走，用空气炸锅。哎呀呵，这颜色很漂亮啊。一会儿我给你拌个灵魂酱汁，然后再来个鸡盒子，炒几盒子，辣炒几盒，那个小米椒，哎，小米椒辣炒几盒子呢？哎，配米饭，绝配，选十碗米饭。十碗。你能选十碗米饭吗？你回山东济南最想吃吗？撸串。撸串，广州撸串，牛筋撸串。哎，你吃淄博，淄博烧。牛筋撸串就在咱小区门口。哎，可了不得呢！哎呦，一到济南我就不回家了。哎，人家那儿。光炉，谁媳妇天天出去吃饭？别管了，你把孩子扔美国，你愿吃么吃么去。哎呦好，你看这婆婆回去赚钱去，光吃能行吗？回去我一边吃一边赚，坐着赚钱。你是不是还得去去看看中国的大江南北？你还没去过。没去的。今天想听听他舅舅又发出邀请来。哦。他说他准备吃羊，到那吃烤全羊。哦。他厉害，他说你。
必须把这三个孩子带给他。好，可了不得，我估计他一看到奶奶，他就说下次管大人，管大人来。哎，他说咱这能刨开这样，刨得多。哎，你说能耕地吧？让他出去耕耕地去。能耕地。耕地早天。哎，行，可以。好嘞。料汁儿，朋友们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了。哎呦！我这个。你看看。你不能吃。我要吃那。你的是蘸那个什么？你的是蘸那个ketchup， 好不好？尿，你要这个，这个辣。哎呦，朋友们，那是小葱花。那太幸福了。哇。好了。看看咱做的这个爆炒鸡胗，像不像样啊？怎么样，二位？好吃，好吃吧？挺好吃。婷婷第一次吃我做的狼牙土豆。老师做辣子鸡，你也不做？辣子鸡，这是刚做的，巨辣！我跟你说，鸡盒子，鸡盒子，你尝尝，这鸡盒子行吗？你这个盘子，非常好吗？嗯，你这个盘子不行，行不行？妈妈太累了，睡觉去了。现在今天晚上妈妈不吃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一天非常的开心，我们继续吃饭，继续支持我们杨米家，关注我们杨米家，拜。